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带您关注时事要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号同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马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交流合作卓有成效。他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发展，愿同拉乔利纳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不断提升中马友好合作水平，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拉乔利纳表示，建交半个世纪以来，马中各领域友好合作深入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真诚友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已成为马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显著特点。马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马中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冲突持续，双方在东线和南线相互炮轰。赫尔松地区的官员在6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向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开火，乌军向水坝发射了6枚火箭弹，其中1枚击中了水电大坝的水闸。由于电源线受损，赫尔松市和所有地区的电力供应已经中断。我们来看一下赫尔松前线的这种军事的态势。赫尔松行政地区的副长官呢，他表示，从星期六开始呢，赫尔松已经向克里米亚转移赫尔松市的动物园的一些动物。他表示啊，这主要是对动物实施这种慈善的待遇。他认为呢，即将到来的赫尔松大战将对动物也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星期天，赫尔松副行政长官特雷缪索夫表示，赫尔松疏散的计划已经扩展了包括新卡霍夫卡市区等7个地区。В городе Херсоне нет никаки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 жизнь города. В городе работают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е органы, и в городе жизнь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Но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рекомендовать жителям Херсона покинуть правобережную часть города Херсона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 переправиться на левый берег. Поэтому все те, кто спекулирует на темы каких-то процессов, нападений и так далее, помните, жизнь жителей Херсона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 это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оритет дл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и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留在赫尔松，右岸地区的民众是占整个赫尔松市居民的20%左右。当然，现在市区的一些供应还是维持在正常的这种态势。目前，根据相关方面的表述呢，在未来，1到半或者是2周内呢，在赫尔松地区将会发生大战。当天，乌克兰联合部队在尼古拉耶夫前线指挥部正在为赫尔松地区的下一阶段攻势做好兵员集结的准备。他们至少在3个方向集中了7个战术旅团和预备队等。目前有2个坦克旅已经从新卡霍夫卡方向突入约60多公里处，离新卡霍夫卡水库的大坝直线距离不足43公里。当天，俄军的地炮群也集中火力，瘫痪了乌克兰2个旅的集结部队的。乌军第128独立3D突击旅和115陆防旅损失惨重。周日，扎波罗热地区政府主要委员会的成员格罗戈洛夫说，由于乌克兰军队可能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的进攻，扎波罗热地区北部正在建立起自己的要塞区。据悉，在赫尔松前线也多次出现了俄乌两军伪装的部队，他们曾建制的炮群、防空群和消耗昂贵防空导弹的假无人机群比比皆是，犹如信息一样，无法让人辨别真假。俄罗斯军事专家强调，俄军节节示弱也可能是为了引诱乌军的盲目攻势。俄军集结部队可能会有企图开辟通往尼古拉耶夫沿海到奥德萨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道路。联军的部队想定通过克里沃罗格到达第聂伯河一线，并切断扎波罗热和第聂伯河彼得罗夫斯克之间的隔断。
俄罗斯军事专家也承认，也不能排除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严重的优势，它可以抵达赫尔松的可能性。关于赫尔松实际情况，目前信息是矛盾的，在网络上的谣传也得不到证实，双方目前都是保持着新闻信息前线报道的这种暂时的管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鲍载宗，顿巴斯南线的报道。朝中社七号引述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的报道，朝鲜军方针对上周美韩警戒风暴联合空中军事演习，在11月2号到5号组织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应对作战，并成功达到预定目的。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表示，敌人的大规模联合空中训练实际上是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公然挑衅行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从11月2号到5号组织进行了军事应对作战，包括发射战术弹道导弹、地空导弹、战略巡航导弹、超大型火箭炮弹、远程火箭炮弹，一共动员500架各种战斗机等。而这次应对军事作战表明，敌人的挑衅性军事妄动越猖狂执拗，朝方的反制措施就更加坚定、更为严厉。这将是朝鲜武装力量坚定不移的行动原则、行动方向，并表示将以持续、坚决而压倒性的实际军事措施应对敌人的种种反朝战争演习。根据日本媒体在6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考虑放宽二手军备的出口限制，以及向亚洲国家无偿提供二手军备。另外，美军无人侦察机5号在日本南部的鹿儿岛鹿屋航空基地进行演示飞行，将会在本月正式部署，以加强日美情报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援引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考虑放宽自卫队使用过的二手军备出口限制，包括坦克和导弹。相关规定将纳入预计在年底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如获批准，或于2023财年年末前生效。据报，日本为应对中国，正研究无偿向亚洲国家提供二手军备，以扩大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军事合作。目前，日本已与印度、越南、菲律宾等6个亚洲国家签订相关军备与技术转移协议。另外，在俄乌冲突中，日本以特例方式向乌克兰供应防弹背心和头盔。据报，日本计划建立机制，向被认为是被侵略的国家提供自卫队军备。另外，美军计划从本月起的1年之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部署8架 MQ-9 无人侦察机。美军5号即在基地内进行 MQ-9 无人机飞行示范，以展示飞行性能和安全性。鹿儿岛县知事及鹿屋市市长等40人到场观看。美军指挥官表示 ，MQ-9 部署计划进展顺利，期望本月起开始使用 MQ-9 执行任务，有助增强美日情报收集能力。这起是美军首次在日本部署 MQ-9 无人机，据报会集中在东海搜集情报。共同摄影术鹿屋市政府报道，部署这个无人机队目的是加强日本西南方的警戒监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埃及外长舒凯里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上正式接任大会主席。他强调，作为新任大会主席，将致力于推动各国落实此前达成的共识，不能再停留在谈判和承诺的阶段，各国必须兑现此前的承诺。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埃及沙姆沙伊赫拉开帷幕。开幕式当天，埃及外长舒凯里从上任大会主席谢尔马手中接任大会主席，埃及也正式成为新一任大会主席国。舒凯里回顾了去年在格拉斯哥取得的成就，敲定了巴黎协定的指导方针，并做出更强有力的资金承诺。على توفير أفضل الظروف التي تتيح لكافة المشاركين من كافة الأطراف الحكومية وغير الحكومية المساهمة في إنجاح هذا الحدث المهم وضمان خروجه بالنتائج التي نتطلع جميعا إليها. 舒凯里指出，发达国家应兑现每年为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而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资金问题必须成为讨论的重点。他强调，在接下来的2周内进行的谈判有望取得成果。
他承认当前世界存在地缘政治挑战，但埃及一直主张世界应从谈判和承诺过渡到优先执行阶段，加快落实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中达成的共识。各方将密切关注富裕国家是否会同意将财政补偿正式列入议程，同时推动在气候大会建立专门的损失损害融资机制。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沙姆沙伊赫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举行，世界多地有环保团体举行示威，促请政客采取果断行动应对气候问题。本届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开幕式前夕就有纯素主义者在大会场地展示横幅，希望与会人士加入他们的行列，不吃肉类，支持有机耕种。德国南部有环保团体人士在新天鹅堡附近将一幅面积达到70平方米的大型海报悬挂在桥上，促请与会的政治决策者当机立断，阻止全球变暖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5号有关注气候变化的示威者闯入，在机场范围踏单车以及静坐，阻止私人飞机升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表示，这些行动是要唤起大众减少乘搭飞机，改搭火车出行。荷兰警方拘捕了多名示威者，指控他们未经许可擅闯机场。西班牙马德里一对男女各自将自己的手用胶水粘在博物馆两幅名画的画框边，在两幅画中央就写上了 1.5 摄氏度，讽刺多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不利，使得巴黎协定缔约国所承诺限制全球气温升高 1.5 度的警戒线即将失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反政府示威活动已经持续到第7周，伊朗议会中的强硬派议员6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司法部门果断处理骚乱的肇事者。据伊朗官方媒体伊通社报道，当天议会227名强硬派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司法部门果断处理在骚乱中的肇事者和所有协助过暴乱的人。声明中说，美国和其他敌人正在煽动暴乱，组织集会，并为骚乱分子提供财政支持和武器。而目前，骚乱分子和暴徒已经杀害了数十人，扰乱了国家安全。声明还说，因为敌人在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也门被击败，他们不甘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胜利，因此企图在伊朗制造骚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在议会上发表讲话，指责以色列情报机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同盟是伊朗国内骚乱的幕后黑手。伊朗官方媒体上月表示，已经超过46名包括警察在内的安全人员被打死。伊朗司法部宣布已经起诉了1000多名参加骚乱被捕的抗议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伊2号发表讲话说，敌人正在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那些与外国势力有联系并在全国范围内犯罪的人必须要得到严肃处理。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海良报道。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一连3天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国际7人榄球赛在6号闭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号晚上到场观看决赛，并且为冠亚军的球员颁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观看比赛的视频，并且表示，比赛成功举办，证明香港已经重返了国际舞台。The Hong Kong Seven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rting events in Asia, was held successfully over the weekend.After a 3-year break,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came together to have a good time and shared joy and laughter. It is living proof that Hong Kong is back on the global stage again. Hong Kong has ushered in a new chapter. The Pearl of the Orient is shining brighter than ever.多名司局长，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等，都有到场观看比赛。香港篮球总会介绍，3天内合计有超过65000人次入场。陈国基在社交网站指出，
政府会继续审视疫情的最新发展，在适当的时候继续放宽各项防疫和检疫措施，并且欢迎各项国际赛事重新在香港举办，令市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加速香港尽快与国际接轨。香港回来了，但是香港也迫切地需要走出去。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强调，在实施零加三的入境检疫措施之后，香港在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方面都在逐步得到恢复。但是想要实现各界普遍期许的零加零政策，需要达到经济、社会、医疗等各方面的平衡。在刚刚结束的香港金融科技周上，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活跃的身影生动诠释了香港回来了这个我们期盼已久的景象。作为最为依赖流动性的商贸活动，增强香港与外界的交流无疑是作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的邱应华最为关注的。邱应华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强调，在实施零加三的入境检疫措施之后，香港在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方面都逐步得到恢复，但想要实现各界普遍期许的零加零政策，需要达到经济、社会、医疗等各方面的平衡，以及掌握到实际的数据，让实施零加零政策有足够的支持点。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物和资金的流动性呢，在商贸经济的发展当中呢，占据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特区政府呢，也是实施了一系列连环拳呢，来放宽这个入境检疫的措施。那么在实施零加三的这个政策之后，您认为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推动作用？在零加三之后呢，入港的人数呢，十月份呢是比九月份增加了 2.3 倍。咁就可以睇到咧，係無論係一個人流啊，或者物流啊，或者資金流咧，都一步一步喺度恢復緊。咁點樣可以去到大家所要求嘅零加零咧？要從多角度去考慮。第一，我哋要同內地係聯防聯控啦。第二就係本身香港實際個環境需要，同埋我哋嗰個醫護嘅能力係咪可以承受得到咯？咁喺平衡一個社會上嘅需要、經濟上嘅發展同埋市民嘅健康咧。是一定要做一个务实的方法。香港与全球贸易伙伴的关系建基于基本法赋予香港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的独特地位。香港一直坚定支持自由贸易，也一直致力扩展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务求为香港的货物及服务争取有利条件。邱应华表示，香港正积极寻求加入 RCEP， 从而巩固及更好地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而新一届特区政府多位官员也将走出去，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主动展现真实的香港魅力。行政长官咧，亦都系会参与一个会议，咁佢系一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里边嘅香港嘅代表人，咁我就会参加一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嘅部长级会议。其实每年香港都会去嘅。咁只係今屆政府咧，係新一屆政府。咁行政長官咧，係佢應該第一次出訪。邱應華在今年九月曾出席在柬埔寨舉行的第六届中國香港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他透露未來還將身體力行走出去，帶領團隊去更多國家考察，同時也會與內地城市有更多交流，從而更好地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的作用與優勢，創造更多可持續的未來。在未來咧，我哋打算咧就係、是、可能十二月我會去一個越南啦。明年咧亦都好多一個出訪，咁會去中東啊，亦都會去其他嘅地方。咁亦都有一連串嘅計劃咧，係翻回內地嘅城市，譬如去南沙，譬如去前海啊、四川啊、湖北啊、山東啊，同埋一個新疆，呢啲都係一連串嘅計劃咧，就希望可以將香港作為一個中介人聯通一個內地嘅企業、內地嘅省市咧，同埋一個世界其他嘅地方。最近我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香港回來了”。隨着人物資金流動性的不斷增加，相信經歷過風風雨雨的香港一定能夠在不確定性中尋找到更多的確定性，一個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香港正向我們走來。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好，我們繼續請時事評論員鄭浩先生來點評分析。鄭先生好。你好，你好，任先生。最近一系列的國際金融啊，還有體育賽事呢，都在香港舉辦了。我們看到特首李家超呢
在为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颁奖的时候，也表示香港已经重返了国际舞台。您认为这对香港来讲意味着什么？确实啊，这两天呢，我们在香港听到的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香港回来了啊，重返国际经济舞台。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啊，香港呢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世界，没有离开过国际这个舞台。只说呢，在过去差不多三年的疫情当中，香港没有办法像正常年景那样啊，和国际社会进行接轨。这个呢，和其他国家、地区、城市是一样的。但是呢，随着疫情减缓啊，特别是科学数据已经支持啊，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呢，大不了啊，可能就是一个大号的一个感冒啊。那么致死率、重症率啊都在下降。那、特别是随着接种疫苗啊，人群的这个普遍的增加啊，那么抵抗力的增强，那么确实呢，新冠肺炎已经不像两年前、三年前一样那么样的一个严重啊，所以呢，特区政府也在逐渐的根据科学的这个数据、科学的这个论据，那么在逐渐的放宽啊香港的疫情的相关的措施。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一星期，在香港啊举行了两场非常重要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国际金融高层的论坛，还有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国际七人橄榄球赛已经顺利的完成了。那么这两场活动让香港确实是活起来、动起来了。那么只有让香港活起来、动起来，香港的经济民生才可以活起来啊，火呢就是火焰的火。那么如果说搞得一潭死水啊，如果风控还不放松的话，那么经济民生你再有好的措施、好的计划、好的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啊，根据现在疫情的总体的一个情况，香港特区政府毅然决然的决定要超前走，要和世界接轨，要让香港活起来啊，逐渐的放宽、放松相关的疫情的管控措施，这样的一个决定深入人心是对的。是正确的，那么香港也不再可能再走回头路，更不可能进行封控啊，以更加严格的措施来限制啊人们和经济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进行。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啊，随着香港疫情的进一步的受到控制，那么会有更多的放宽的措施出台，让香港啊进一步的活起来、动起来，那么香港的经济民生才有可能啊大踏步的朝前走。那么我也注意到，在昨天啊，那么前特首梁振英在接受本地的一家媒体的电视专访的时候，他说，其实呢，他已经向很多的政府的官员，特别是问责制的官员，还有一些重要的商家，已经发出了一个呼吁，就是如果你要在内地有紧急的事情、有责任有事情要去做的话，不要等不要惧怕三加七。那么应该呢，要积极的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香港的事情和内地有所不同，那你该办的事情你就要到内地去办，不要惧怕三加七。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也是对的与其说是要等死，不如说积极的进去积极的去接受，去要办理应该办的事情。这样的话，在被动的情况下，那么香港能够赢得积极主动的有限的空间，这样对香港也是有好处。香港在积极的和国际进行接轨，那么同时也要和内地来积极的接轨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来决定内地的疫情的政策，但是呢，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去适应内地的防控的措施，来去办我们应该办的事情，这样的一种态度也是对的。所以呢，从各方面来看，香港未来的时间活起来、动起来会进一步的加快那么这个呢，也是香港各界所期盼的，是不是？嗯，谢谢郑浩先生。香港一方面呢要和国际接轨，另外一方面呢，本港的民生问题也不能停。嗯，那么与此同时呢，香港的特区政府近年来也在大力的推动过渡性房屋发展，希望舒缓基层市民在轮候公屋期间的住房压力。其中规模最大的项目博爱江夏围村将于今年年底落成第二期工程。独自抚养两名子女的宋女士，原本住在只有约十平方米的摊房，住所不仅天花漏水，而且遍布蛇虫鼠蚁，直到搬进过渡性房屋后，生活才有改善。而家搬过嚟呢度咧，干净咗，空间大咗，跟住个人嘅心情都好咗好多啦。咁小朋友自己点谂嘅？知唔知？佢好中意呢度噶，而呢度夜晚。
叫我快啲煮饭落去玩咯，踩单车啊，同小朋友倾下偈，好开心噶。他目前住在全香港最大的过渡性房屋博爱江夏围村，这里提供约2000个单位，按入住人数分为三种房型，租金在2000多到4500多块港元。轮候公屋满3年或有迫切需要改善居所的人士可以申请。第一期的单位今年5月底已经入伙，第二期工程预计今年底落成。这个单位面积大约31平方米，可以供5到6人住，租金大约是4000多块港元，并且已经设有空调等基本设备，可以供住户入住后随时使用。这里有2座便利设施服务大楼，里面有餐厅和超市。营运整个房屋项目的博爱医院表示，除了满足申请人的住房需要，也希望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配套。这个项目其实是全香港最大的一个过渡性房屋，咁啊占地好大啦，咁所以我哋都要考虑得到，就系除咗安排咗呢个租户嘅嗰个日住之外咧，亦都要顾及到呢一个成个环境八乡啊、江夏围成个地区嘅一个社区嘅嗰个融合。呢啲配套咧，其实就唔单止系我哋啲租户受益啦，咁其实我哋周围啲居民都可以受益到嘅。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未来5年会推出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但社会有意见质疑简约公屋和过渡性房屋资源重叠，而博爱就认为这展示了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政府佢要为咗解决呢一个问题，佢更加积极系做一啲嘅解决嘅方案，所以我觉得唔会有啲咩冲突啊，或者系有啲竞争啊。为减轻住户在轮候公屋期间的压力，博爱表示，江夏围村的住户一般合约期为2年，如有需要可以申请续租。凤凰卫视林浩贤香港报道。由香港律政司主办的香港法律周2022活动将会在今天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同事吴新纯，新纯你好。早安，任任。香港法律周啊，有哪些亮点？你的观察？好的，任任。那由香港律政司主办的这个香港法律周呢，是从今天开始，1连5天的在香港举行。那其实呢，稍后从9点钟开始，在会展中心呢就会举行一个开幕的仪式。那届时呢，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远等嘉宾呢，也都会出席进行发言。那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的主题呢，是亚太国际司法峰会。那接下来的几天也都会围绕不同的主题，有嘉宾呢进行讨论。还有分享，那届时呢，来自全球的法律专家、职业者，还有政府官员都会参与到讨论当中。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题呢，就包括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达至司法公正，以及推进法治建设，以达至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在“一带一路”沿岸还有国际舞台上，数码资产在法律科技方面的运用等等这样不同的话题。那这次的这个会议呢，是以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展开的。那约27位，来自全球的这个国际组织的领袖，还有东南亚国家的高级官员呢，也都会参与，可谓是这个嘉宾阵容是非常的星光熠熠。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稍后呢是前往会展中心去进行跟进的报道和采访。那现在呢，就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谢谢新纯。我们再来去关注一下今天的要闻早报。英国当地的气温不断下降，民众一日三餐的消费成本也在持续的上升，当地农户抱怨运营成本难以压缩。对于保守党政府的能源价格补贴政策究竟能够持续多久，也保持审慎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欧洲寒冬系列报道。
以往每周六来伦敦西南部小镇特维克纳姆农贸集市购物的当地人，主要是想买些更新鲜的有机蔬果和肉类，价格不是问题。但现在来光顾的人多半是想在这里买到价格比大型超市更便宜，用来准备一日三餐的食材。从今年夏天开始，其实英国的物价就一直在上升。那在最近，当时的英国首相特拉斯的公信力遭到社会的质疑的时候，曾经有英国媒体呢，就拿英国人常见的这个生菜来举例，说看看特拉斯执政的时间究竟能不能够比这颗生菜的保鲜期要长。当时这颗生菜的价格呢，是每颗大概是60便士。那现在看看，过了将近一个月之后，这颗生菜在英国市场上会卖多少钱呢？英国零售商协会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十月份新鲜食品成本较去年同期高出13.3%，这也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那我刚才问了一下在农贸市场上今天营业的那个卖家呢，他跟我说这颗生菜呢现在是卖50便士，听起来很便宜，但是呢要和我们之前在新闻中看到的那颗生菜相比呢，其实呢尺寸上要小了很多。Do you come over here often? I haven't, to be honest, I haven't been for ages. I haven't been all through the summer,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rice? Not sure. It seems okay. It's okay, but it's smaller and fewer compared to the bar last year. Well, yeah, but if it's a farmer's market, I expect to spend a bit more anyway. Mm-hmm.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从2019年至今已经令英国的食品和农业部门遭受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困扰。事实上，食品行业也是英国最大的制造产业。We've got prices of our products up, yeah. Everything will have to go up again, which will be tough on people, you know. It's sort of for this one, so now it's a 34. Yep. How about the last year? Last year, how much is that? A kilo? Yeah. 23.50. So it's gone up from 21.50, so not quite 10%. Oh, not quite 10%. Yeah. Okay. Which is about average inflation, eh?根据当地农户的估算，与去年同期相比，现在的能源支出已经增长了大约4倍。想要降低成本，最简单办法就是大幅减产，而这直接受影响的就是黄瓜、西红柿和生菜这些英国人最常消费的蔬果产量。Did you, I mean, your employer, your boss, have had to just raise up the price in the past? Yes, we have to raise prices. How much of that? 15%. Yeah.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inflation rate. Yeah, but it's also, you can get cheaper bread by cutting it in half now. Mm-hmm. So, yeah. Mm. So it's, people just go for half a loaf of bread. Mm.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winter after? We should wait and see. 另一个让当地农户心中惴惴不安的问题是电力供应。英国媒体披露，英国政府近期秘密制定应急计划，以应付在冬季因为缺乏能源供应可能出现导致长达7天停电的极端状况。Yeah, it could be hard. We'll have to see where the energy price is. Do you have a plan B? I mean, you and your employer, did you talk about? There is no plan B. We have to see what the energy price is. And then we're a small producer, so yeah, we're not fixing forwards.英国国会在去年就曾出台报告指，如果农业及食品行业面临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英国最终不得不看到农业及食品行业全面萎缩，相关生产转移到国外，而这只会推高英国的通胀率，同时导致市场竞争力继续下降。凤凰卫视曹杰、安光系伦敦报道。联合国副秘书长弗兰明在本台独家采访当中表示，防止饥饿是联合国近期的首要任务，各国要通过对话协商持续执行黑海谷物倡议，推动全球化进程。俄罗斯近期已宣布恢复执行黑海谷物倡议，近1000万吨重要的粮食得以运往世界各地。联合国副秘书长弗莱明对本台独家表示，倡议在全球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所有会员国都需要执行商定的条款，持续致力于消除粮食和肥料出口的剩余障碍。他表示，粮食价格问题需要对话协商，多边主义和全球化是物价飞涨最终的解决方法。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the dependency that we have not just on sources of fuel and energy, but of food. We must solve these issues together. We need probably multilater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at some point to help in that process.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world is interconnected when it has to do with the ripple effects from war.
他还表示，防止世界陷入饥饿是联合国设定的近期首要任务。秘书长和各相关机构负责人将设立更多对话窗口，在不同平台上通过各国对话实现融合。We need to speak to each other. We need not to speak at each other. So at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all kinds of side meetings, for representatives of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o come together, to work out their problems, to speak together, and again, not yell at each other, but try to find solutions to our problems. 联合国将着力应对黑海谷物倡议执行问题，控制主食价格可以间接防止约一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弗莱明称，包括难民潮、人权、俄乌冲突、气候变化。联合国正力图打造真实可靠的信息传播网络，为全球建立可信任、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2022全球智库大会在线上召开，对于地缘政治，与会者就有多个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政府代表表示，印太地区将会成为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中心，美国将会再加强自身的作用以及联盟伙伴的合力。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说，没有其他地区比印太地区更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印太将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中心，美国将在加强自身在印太的作用以及联盟伙伴朋友的合力。面对跨国挑战，美国和其伙伴目标很明确，是想要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安全的世界。 What we will not doIs look at the world solely through the prism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we will not try to divide the world into rigid blocks. We are not seeking to have competition tip over into confrontation. And we are not engaging each country as simply a proxy.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说，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发起印太经济框架，期待2023年美国主办 APEC 之际展示这一积极愿景和在整个地区共享繁荣的承诺。11月中旬在印尼巴厘岛召开 G20 峰会，印尼外交政策协会创始人兼主席迪诺对话印尼经济事务统筹部长埃尔朗加。埃尔朗加说，遭遇新冠和俄乌冲突等危机，其他国家也许会放弃，印尼则选择乐观推进。今年 G20 将聚焦卫生保健、数字能源转型和粮食安全。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onesia G20s and previous G20s, we have concentrated on deliverables, in which deliverables will be put in one basket as an attachment to the G20 communique.Then this is a project that endorsed by at least 3 countries. So we have a list of deliverables from each country to show that we are committed not only on the narrative, but also the action plan. 美国刚又宣布再加息0.75%，埃尔朗加认为会带来其他国家资本外流，但他称印尼各方面经济数据形势都向好，是过去3个月少数经济增长接近5%的国家之一。Indonesia is among countries that is fundamental is very strong. On top of that, ASEAN next week will be grow around 5%.And then India expected to recover at 6%. And China, of course, we will see how but they cannot afford not to have growth. So at least 4%. So at least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ill be still positive next year. 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表示，为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会引入新的能力评估机制，以确保有能力的人进入公共服务体系内任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在致全体国民的公开信中表示，为了保障广大南非民众的利益，南非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必须确保合格且有能力的人才能进入南非公共服务体系。有专家指出，公共服务水平迅速恶化，其中尤以贪污最为严重。The level of incompetence in the public service in South Africa is extraordinarily high,
and it has deteriorated fast since 2008. The worst part of that has caused incompetence in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en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corruption.拉马福萨坦承，此前南非的公共服务体系的确出现了一定问题，由于部分不合格的人员进入公共服务体系，从而导致南非的国家整体运行效率受到极大影响，继而导致民众的基本利益受到损害。To professionalize the public service, first of all, everybody who gets a job in the public service must not be linked to a political party or be given a job because.They are affiliated with a political party or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Two, they must be tested for competency. Three, they must be checked for criminal background. 拉马福萨指出，南非政府决定引入新的能力评估机制，以作为进入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的一部分。同时，公共服务队伍专业化的新国家框架也于上周公布。框架将有助于加快国家机构的运行效率，并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概率。凤凰卫视沙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在6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公布了自主设计的一款升级版的882373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军方称，这个防空系统配备了世界上最新的设备和技术，提高了导弹射程和雷达的探测范围。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国防部长阿什迪亚尼等官员都出席了揭幕仪式。这款代号为82373的国产升级版导弹防御系统是由伊朗专家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可以同时攻击和摧毁6个目标，具备截击弹道导弹、战斗机和轰炸机等远距离目标的能力。配备导弹的最大射程由原来的200公里增加到了300公里。ثابت کرد که هر گونه تهدید رو فراتر از 300 کیلومتر منهدم میکنه و فراتر از 450 کیلومتر میبینه. 据报道，这款导弹防御系统的雷达探测范围从原来的350公里增加到了450公里，导弹最大射高也从27公里增加到32公里，还可以在夜间进行操作，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移动性，并可以连接全国的防空作战体系。قابلیت درگیری با انواع هواپیماهای تاکتیکی نسل پنجم رو داره یعنی نسل قدیم و نسل پنجم رو داره قابلیت درگیری با بالستیک هایی که از فاصله بیش از 1000 کیلومتر یا 2000 کیلومتر پرتاب میشه رو دارا هست 2019年8月，伊朗正式发布了一套与俄罗斯 S-300 导弹防御系统相似的852373号导弹防御系统。这套导弹防御系统曾经在2020年的10月份保卫神圣天空99的联合防空演习中首次使用。伊朗军方称，近年来军事专家制造本土装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使得武装部队在军备领域实现了自给自足。凤凰卫视一位正常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6号有一座商业大楼发生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0人受伤，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在巴格达市区，一座三层高的商业大楼在6号突然着火，起火原因不明，大火迅速蔓延，现场浓烟滚滚。而大楼其中的两层是存放着香水等易燃物品的仓库，已经因为火势凶猛而坍塌。在大楼坍塌的过程当中，导致多人受伤，包括伊拉克民防部队负责人卡奇姆·波汉以及部分消防员。灭火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伊拉克民防部门当晚宣布，大火已经被彻底扑灭，急救人员正在现场搜寻失踪人员。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州的咖啡馆大火，当地民众在6号前往现场悼念死者。发生火灾的咖啡馆在外面依然拉起了警戒线，并且放置了一束又一束的鲜花。调查人员继续在现场进行调查。事发原因怀疑是有人在咖啡馆内争执期间使用了信号弹枪，造成了火灾，造成13人死亡。一名23岁的嫌疑人以及咖啡馆的一名负责人已经被拘留。当地政府承诺向火灾的受灾者提供援助，并且将会在11月7号定为哀悼日。更多消息稍后见。
香港信报的消息啊，最近为香港的尖沙咀科学馆引入恐龙展掀起了一股恐龙热的领衔慈善基金啊，再度筹备把美国的著名街头艺术家的一个巨型雕塑装置，就是高达8米的软糖熊带到香港。而市民呢，是从下周四开始就可以到尖沙咀码头钟楼旁边的这个软糖熊落脚的地方打卡了。嗯，相信杨子应该很激动啊。是，这个展览是横跨整个的圣诞和除夕，到明年的1月1号。那主办机构呢，也希望能够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让市民啊看到这个可爱的软糖熊就会感觉开心一点。嗯，我现在提到这个可爱的软糖熊就已经感到很开心了。那这一次呢，为了香港制作的软糖熊啊，是由导弹软糖熊演变出来的，并且结合了古代恐龙的一个外貌特质，加入到了恐龙角。那负责筹备这次活动的领衔慈善基金的成员张家庆，他受访就说啊，说软糖熊呢，他还附设了一个2.8米乘1.4米的 LED 屏幕。那这个屏幕的作用是什么？嗯，除了展示影片之外，他还会预告他后方的钟楼何时会响起一个钟声。那大屏幕呢，是在每天晚上的10点就关灯了，所以他也说啊，正在研究除夕夜的当天可以延长时间来和市民朋友们一同倒数。当然了，这是他的一个美好心愿了，因为他说好希望可以做到呀。嗯，我们再来看啊，坐落于1952年的皇都戏院是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物。那2020年呢，曾经是由新世界发展集团以近48亿港元投得，并且统一了业权。目前的建筑的修复保育工作还是进展理想的。为了庆祝皇都戏院踏入到70周年，新世界发展集团日前发布了全新标志，还有沉浸式的歌舞晚宴，也带着市民能够重回那个曾经的香港。声色光影间，一场由音乐出发的时空旅程拉开帷幕。从50年代歌舞升平的悬宫戏院舞厅，到70-80年代香港辉煌 disco 狂热舞池，宾客全然陶醉其中。这正是新世界发展集团为庆祝香港皇都戏院踏入70周年而筹备的沉浸式歌舞晚宴皇都之夜。晚宴在香港餐厅夜上海举办，宾客经过经典酒红色剧院帷幕入场，由景入情，见证皇都戏院的前世今生。20余件珍贵旧物，包括50年代电影戏桥、多款不同旧戏票及昔日照片，还有旧年代戏院的象征魏鱿鱼，供观众回味往日情怀。适逢皇都戏院踏入70周年，全新皇都戏院标志首度发布，灵感源自保育团队搜集的文物，参考皇都昔日标志皆举世无双的飞拱横架建筑，创作全新复刻标志。用色则以象征剧院帷幕的经典酒红色及金色为主调，寓意皇都戏院保育重启后将传承过往辉煌娱乐文化。因皇都戏院的外墙保利风霜，保育团队以微风整栋建筑物，并用非破坏性的化学物料涂在外墙，让皇都外墙最早期的面目重现。整体工程目前进度理想，目标需以2026年内完工。凤凰卫视王金璐香港报道。近日，中国浙江义乌一名8岁少年因为足球在网络上蹿红了，而他练球的视频被多家媒体转发，人们对他对足球的热忱所打动，也对他未来的职业足球发展之路充满期许。看到视频中男童娴熟的颠球姿势、精准的射门技术，网友纷纷留言，希望能在未来的国家队看到你，未来的球星，少年强则中国强等。视频中的男童名叫陈嘉义，今年只有8岁，但他的球龄已有3年多。4岁时，小嘉义看到哥哥踢球，从此便迷上了足球。上小学的陈嘉义每天要练球5至6个小时，疫情期间也极其自律。他说自己是为球而生的。陈爸爸表示，一年365天，小嘉义有360天都在刻苦练球，大部分都在踢球。就放假有时候不再踢球，后来啊，我们就一直在练，没有一天不再练的。陈爸爸为了方便儿子练球，把家里的客厅改造成了一方小小足球场。陈爸爸说，小嘉义练球有股子韧劲儿，有时候一个基本的动作练不好，他就反复练习，直到做好为止。尽管才8岁，小嘉义已经参加了不少足球比赛。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参加比赛的获奖证书和球衣。那时候是我去苏州跟那些人打比赛，然后全国打比赛，得了个第2小组的冠军。而面对场上那些个子比他高、年龄比他大的球员，
刚上二年级、身高仅有1.2米的小夏意说，他并不害怕。你个子这么矮，怎么踢啦？然后我就会说，我能踢，我会自己给自己加油。看到个子比你大的人，有没有一种害怕？没有。为什么不怕他们？因为我有技术。什么技术？过人技术。教练也表示，虽然小佳毅在身高和力量方面不占优势，但他有技术优势。小佳毅的偶像是阿根廷球星梅西，成为中国的梅西是他的目标。对此，陈爸爸表示全力支持。目前，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已经向陈佳毅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参观俱乐部并进行试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再会。再会。